归去来饮乎梦，酒杯中影要醉的人。你甲我是上默契的朋友，你若是甲我当作你的朋友，就给我一个用来补偿你的机会。啊，卡叔，我若袂用为你做一挂代志啊，我真正会良心不安的。白雪加水，可有一点朋友，我真欢喜。你真正是我拄到的哦，上乐观、上坚强的查某囡仔。拍者，我接就会定的。是，什么代志？我今麦有代志，你无闲啦，啊？哦，好啦，我等下随挂过，好。哎，是的啊，我临时公司有一挂代志，我等去处理。啊，你去，我去无闲。啊，我先来等，好，连刚再来看。知啦，我已经伫路的啊。哎呦，你来这里久才到啦？搭车啦，哦，请你自己找我来，是有什么要紧的代志？阿姐，阿姨，姐，大侠，来，阿姐，阿碧，大侠，大侠，妈，阿碧，大侠，阿姐，欢迎一个告慰。你跟你讲，宽林，今日专人找你来，是为了你跟心仪的婚事。啊，我跟心仪爸爸拢同意啊，你会当开始去准备订婚的代志。大姐，恭喜你！多谢。爸妈，恭喜你哦！咱厝内底总算办喜事完嘞，未来这户祝贺你哦。多谢，阿姐阿姨。多谢你成全我甲心意。先莫说多谢，有一挂话我会讲大声，啊，嘛是为着心意的幸福设想啦。所以有一挂代志，我希望你会当先答应。阿姨，照你讲，只要是我做会到的，会用让心意幸福，我当然会尽力去做。你嘛知影，我甲凯文就敢心意这个宝贝查某囝。自细汉就甲惜命命，生到大汉，啊！我惊伊嫁去恁家，生活会袂惯势，所以我想讲，你结婚以后也是住在家较好。哦，这应该无问题啦。啊，花弟啊，我住伫个什么所在拢袂要紧啊，只要心仪欢喜啊，上重要吼。也阁有啦，你嘛知影俊贤。甲李芳因，甲丹龙袂生囡仔，
所以我想讲，你甲新娘后摆生的头一个后生，就生姓杨。本来阮杨家做孙，这点你敢会当同意？妈讲这款条件，根本就是必须款你给杨家招嘛。宽林，敢有啥物问题？那一切就照阿姨、阿姐安排就好，我拢无意见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心怡，为着伊好，我都会牺牲配合。关林，正经。我无答应恁两个人的婚事，我是认为感情这个代志是需要时间来考验。既然即马有恁阿姨来做挂保证，我就同意，甲心里交你。希望你别好失望。阿姐，你放心，后摆事事行行，我拢会先尊重心仪的意见，袂让伊受委屈的。要做完应该是无个惊事。是真轻松的代志啊！别样代志都爱照规矩，这点地方应该体会是真深。这个家庭内底上重要的，都是大家也共心。那是你厝内规工拢冤家计较，那是不可能好落规矩的啊！爸，你若是搁讲嘞？快，你唔敢娶我啦！是啊，唔免遐尔啊严肃啦。而且宽林甲新爷交往以来，一直拢遵守本分，敢唔是？希望啊，阿姐，无咱来外口行行去，哈。嗯，好。爸妈，我都要来公司一撮，我一撮再你出去。好。妈妈再见。阿姐阿姨再见。大姐，姐夫再见。关林啊，我有一个朋友是咧做婚礼经纪人的，我想要请伊替咱来处理订婚的代志，咱今晚来去找伊好不好？来。哎，心怡啊。啊。既然恁爸妈已经同意咱的婚事啊，就偷偷来，恁才能赶紧嘛，哦。奇怪，啊，之前是你比我较着急呢，啊，哪会今晚娃娃来给你催啊？公公，你反悔啊？这哪有可能啦！啊，我无想要遐尼赶紧，是因为到时哦，若办了无周全，会死你的面子。我知影啦，你一定是为着工程费的代志，还搁咧烦恼，所以无心情对吧？你放心嘛，啊，这件代志我都已经甲爸妈讲好啊，顺贤哦会甲工程费直接拨入去你公司的户头。是，来。其实哦，这件代志跟咱的婚事并无关系，嘛绝对袂影响我要娶你的决心。啊，不过既然阿姨着对家医生啊，我想应该是对我甲宽大因才有信心。安尼我就袂用辜负恁的期望。我会甲细汉豪宅起好，然后办一个上大上气派婚礼。予你做全天下上界幸福的新娘。多谢你，宽仁。哎，萱萱，李老师，你要出去啊？我一个人看了哈。天气这么热，我人还袂行到楼脚，就带来个洗脸干呢。我甲阮姐姐只吼看小说上网。哦，我就知影恁家一定有可乐的啦。像阮妈哦，就不准阮啉这啊，所以哦，阮家的冰箱除了冰水、鲜乳、优酪乳，拢无其他饮料啊啦。这尼严哦？是啊。嗯，安尼你来我家，都为着要啉一罐可乐哦。真不是嘞，这礼拜六是阮爸跟我妈结婚20周年纪念日。嗯，
所以吼，我想要替因好好安排一下。要唔讲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来，到底是要安怎安排才够浪漫了。阿姐，刚是恁爸爸给你安排。拜托，真哪有可能啦？自从我有记忆之后，我都唔捌看过阮爸陪阮妈过什么结婚周年纪念日。有当时哦，连我跟阮妈的生日，伊拢袂记哩啦。所以吼，我一定要替因好好安排一下。李老师，你听我求解啊，到底是要安怎安排才能让他们重温结婚的甜蜜啊？啊，你唔得爱去问你妈妈，无得甲伊现在早都拍算啊。啊，不过这样就没有 surprise 啊。袂啦，对恁爸爸来讲，赶快有 surprise 啊！啊，恁两个母仔仔同齐计划，嘛是真有意义啊。这嘛是一个办法嘞，我替我妈参详一下。也唔过，我是想要送因一项礼物，这无问题，我会当陪你去买啊。谢谢李老师，免客气。安尼我就唔免伤脑筋啊。今年的结婚纪念日，我一定要让他们永生难忘。左弟，这份公文哦，一寡细节需要修改一下，来改好再提好不？好。哎，啊，你是在笑啥啦？蔡主任，最近咱办公室加一个帅哥哦。帅哥？就是你啊！你最近穿叉拢较少年，讲话嘛无像过去遐严肃，改变真多哦。哎呀，敢有？我哪都无感觉。李老师，你敢无感觉？我感觉蔡主任比较早搁较有朝气，而且穿叉嘛真正愈来愈少年哦。嘿，咱来上课。你莫用哈。帅哥，阿你拜六礼拜有闲无？有什么代志啊？下班再讲。人拢错啦，有闲无啦？我拜六个礼拜哦，拢爱找一天去丽华因老头厝食饭啦，后再想办法，看会当超去礼拜未，好无？干那一天是要安怎去啦？我是要去倒啦。当然是去咱两个定情的所在啊！遐敢若开车都要开半工呢，一定都要两天一夜才有够。真正袂用的哦。我，哎，蔡主任，哎，你是谁？哎，刚刚进来公文。啊。蔡主任，他都要跟你报告的代志。请问你赶快按怎处理才好啊？哦，你的建议真好啦，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啊。多谢主任。好嘞，啊，无你莫用，啊，我先回来办事情。啊啊。蔡主任，你放心，一切交我安排，你只要找理由跟丽华姐请假就好啊。是今年欧洲最新最流行的款式，高贵又典雅，真适合你的气质哦。毛巾啊，你看安怎？我见妈妈见，我带个皮带来，我你看。阿姨，你别坐伫遐看杂志啦，你叫我静姐嘛。安怎？我无介意。都是金无教伊，唔才烦恼。我好归去啦，伫遮看杂志的款式，请国外那边替我订做好无？杨小姐，惊时间会袂赴呢？迄是恁的问题。只要伫咧订婚进程挂出来，要开偌济钱，我拢袂要紧。我知影钱对杨小姐来讲唔是问题，不过订做时间咧，吼，至少嘛要三个月呢。
我袂接受任何的理由甲借口。只要有钱，我相信一定做会到。有钱，搁惊找无人替我服务。尤小姐，你莫生气啦，阮会照你的意思去试看卖。宽姨，宽姨，总算是解决了啦。安尼我才会当做你上水的新娘啊。安尼唔才对，来要做新娘的人一定要较欢喜的，那无人会叫是是你对我这新郎无满意的。总经理，银行卡电话来通知，你有几号票，那么紧甲钱拢入去，着跳票。哪有这种代志啊？田美建设工程款唔打你来，哪有可能无够？我卡电话去田美问，追加款根本就没拨下来。是啊。这哪有可能啊？这钱到底在比啥吧？马交代的代志，你竟然卡无咧听？啊，俊贤对我到底有啥物不满啊？伊爱我甲伊回信的，甲伊点头拢袂用的啊！无需要用这种手段甲我逼到绝路嘛？这条是我的救命钱，伊钱若无拨落来，我就信用破产啊！我去找伊问个清楚啊！快点啦，咱都要订婚啊！万一阁是为着钱的代志，甲俊贤冤家，我惊会影响爸妈对你的印象。啊，不过无去敢会用？俊贤存心要看我的笑话。我去，我绝对无可能又在伊后爸母。天下企业，不是伊在做主的。是，安尼拜托你啊。妈提出条件，张医师叫苏宽娘养家酒呢，苏宽娘竟然会答应，可见伊对养家气度足大。苏宽娘即马一口气忍袂落去，以后一定会找机会出一口气。到迄个时阵，养家恐惊不甲龙家山地。你找俊贤有啥物代志哦？伊还袂甲真假的工程款挂号款人啊？哪会安尼啊？你叫伊来找我。俊贤在开会啦。你无爱我找伊是吗？不是啦，大姐我。你莫伫我面头前提醒。你头壳咧想啥？我真清楚。林小弟要入来天下企业上班，啊你袂使。要招俊贤去开公司，我拢反对。这个代志，你拢甲我捡你心肝来。即马，我要甲宽仁订婚啦，你都开始想旁证口，要来对付我是？我无啊，个个无。妈叫俊贤搬工程款给宽仁的时阵，俊贤甲妈讲啥？讲恁后头找的人要来天下企业上班，我拢甲你挡。是安怎？我替宽仁争取工程款，伊这个做总经理的都要听我的。若不是你在西路，俊贤哪会讲这款话？大姐，俊贤是不应该跟你讲这款话。啊，不过我已经讲出嘴了，我今麦真正无法度跟你解释什么啊。
骨卡锁出来，想要结可怜啊？唔免啊！你若是对我有啥不满，你针对我来袂要紧。阿哥，你卖用这种小人的无算来对付快递。我无啊。有啊无？你家己真清楚。你使弄出来，阻挡快递的工程款，那是我发现了早。阿那无？管理的公司若跳票，破坏公司的名声，我甲宽严的婚事是要安怎？若是要结婚，我是天下企业的千金小姐，我甲一个公司跳票的总经理走入去礼堂，讨好企业家的人看笑话。若是无结婚，我会幸福。都为着一条工程款，都安尼白白牺牲死。美凤啊，你真正足勇的，你会晓用一步来对付我？我真正无。你即马讲无，我才要相信啊！你甲我听好清楚，我甲宽仁的婚事，你若是甲我弄糊煞去。我一定会甲你好出羊角，叫你后头找的人来带你回去。小姐，哎，小小龙姐，我二姐都对不起你羊角，你别好等于我后头出啊。不给。哎呀，二姐，你别惊，我也该讲道理了。老妈哪会讲道理？精神都有法度用两支脚走路啊。大姐，请你别来侮辱我小弟好不好？那是未看到我母舅，都叫伊回去找家己啊。我来这上班是恁爸爸拜托我来的，而且我领的是天美建设的薪水，啊，不是天上海运的钱啊。大小姐，我无旁列本我，你免跟我摇摆啦。你真正是不知影死我。是啦是啦，我可能哦是唔知影死我，不过我等甲你讲，我骨头真硬，啊无想要天下起来虎妈爷，公司不甲要倒啊，才出卖家己的身躯来挽救家己的事业。大小姐，你的身价上少嘛一亿十亿呢，啊像土豆人去种食软饭的，啊你嘛爱伊爱甲无计好也是哦，目睭变较金的啦，莫遐尼无经济啦啊。文杰。林美凤，你使弄准的，阻挡宽仁的工程款，即马阁叫一个流氓来补救我，我看你要安怎甲我交代。大姐，你敢讲两句，敢袂用的？哎呀，二姐，就算我敢讲两句，伊嘛赶快欺负你啊！好啊好啊，你卖假扮。魏准的，我知影你在开会，我想问你，你敢真正无把工程款拨给苏宽仁？大姐在找你嘛，敢为我这来啊？我拜托一下，你即马打电话给大姐，甲伊讲你会把工程款拨落来，安尼好不？喂，喂，二姐，二姐有无跟你讲哦？不要紧啦。我再就倒回来，我来找伊。唔免啦，伊是透过把家这条钱拨落来。你去做你家己的代志，嘴较甜嘛，别讲话知无？对。明夜阁有准人干嘛起冲突啦？那无，免等他收款，你咪来养家，准人家己得先出代志啊。喂嘛，好，好，我叫水鬼。爸妈，大姐，丽凤，你不是跟我讲过，你会叫俊贤赶紧把工程款拨落来，啊，俊贤哪拢无处理？哦，妈，是的啦，我拄仔想起来，俊贤有交代，啊，不过我是无用，煞总袂记的。
袂记诶。啊，拄则我问你，你甲我讲你毋知影，啊，即摆嘛问你，你讲袂记诶？你是甲阮当作三岁囡仔安尼骗来骗去哦？大姐，是的啦，这件代志真正是我袂记的啊。你一句袂记的，就要对阮交代啊？你敢知影？这条钱若无拨落来，宽仁的公司都会周转袂过，天理建设的工程都会停落来，甚至嘛影响到我的婚姻呢。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你竟然会袂记的？安尼，你可会当做啥物头路呢？是的啊。丽凤，你实在真离谱呢！最近叫你把钱拨落来，你哪会袂记的？你嘛唔对人啊！我今无叫丽凤，甲江庭馆办好收款呢。俊贤，丽凤，我无叫你办的代志，就是无。你莫直接讲白相，加讲加闹鬼的啦。俊贤，你是安怎无把钱拨落来？我袂记得。你莫伫遐甲我拍哪凉啦！我拍哪凉是因为无啥物甲你冤家啦。你是要了解代志的真相啥？好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就是超工的啦。啊！你即马就是针对开人来的，就对啊。无唔对啦，我就是针对伊来的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伊拿的钱，叫伊来找我讨，唔免咧顶阮世界啦，叫阿妈甲我命令。我讲我无意给伊啦，俊贤，宽仁真正无开这个嘴，是我考虑了，决定安尼做的。妈，你无需要把所有的代志拢担家己肩头头。这届乃因为收宽仁的代志，破坏公家制度，难免以后咱甜蜜结社，甲人做生意就唔免招标，嘛唔免开高价单，啊，规气就亲像咧夜车卖衫，同我用花就用的嘛。对妈讲话较有礼貌，啊！爸，歹势，我这几百块哦，是针对迄苏宽仁啦，甲咱老人一点关系拢无啦。什么无关系？恁大姐就要甲宽仁结婚啊！宽仁就是你的姐夫，你讲这种话，是不是无甲大姐当作是一家人？好妈，既然你今仔日先提起的，咱就甲代志做一解讲清楚。当初你伫大院时阵，你讲你对我期待比大姐搁较深，所以你对我较严格，这点我会当接受。啊，不过即卖咧，你对一个还袂入门的囝婿，比对我搁较好，这对我够公平啦！翠燕，妈对你的期待较悬，所以对你要求较严格，不是偏心，要甲你管东管西。啊！是啊，妈对你这么用心，你应该当体会才对啊。是啦，我是无法度体会啦，我更加无法度了解啦。是安怎我的妈妈对一个还袂入门的囝婿，一届一摆，是你给我压落底？我已经真尊重你啊！今日若不是你爸爸坚持，还经过你的同意，才已经拨一笔钱，我早就叫会计先去处理啊！阿姐。是哦，那恁妈我应该感谢你，感谢你忍来到这阵啊！俊贤，你是应该要感谢我，我唔呐忍耐你忍耐到今嘛，我爱过你妈你爸爸。阿姐。就爱忍耐你爸爸，这么无要无紧，你无处理这项代志，伊拢无关心一个。迄是因为爸根本就无赞成这桩婚事啦，而且迄苏宽仁，伊根本就是一个爱情的骗子。唔准你往白讲，妈，对不起。你即马马上去处理江庭宽的代志，今日你一定要把钱还给宽仁。我做袂到，若是叫我把钱还给苏宽仁，我甘愿把遐钱等在分我女，钱烧掉，嘛看你是白费啦。
那安尼，天美建设的总经理，你都莫做。 甘愿天美建设的总经理，迄个椅啊，无人坐，嘛我让你坐遐，搞你讲个。好，非得我伫你身外来，什么拢唔是？非得咱苏宽林马上变做你的爹仔。子高，你叫伊来坐我椅啊？顺续解释，姓杨，非得自细到大汉，你着看好无嘛？ 跟苏宽林比起来，我根本就是我个破来嘛！追！干嘛回事？尊的，你干嘛回事的？哥，妈。 妈，现在做人计较，别讲话，请你莫怪伊。你讲正经，我家己做代志，我家己负责，你免你管。这点助理，爸，妈，你爸，助理，妈，你辛苦给你强大汉，竟然用这款的态度对你妈讲话，你妈是不给做，我是。 啊！不过你刚才我是安怎来讲这款话？那是为妈做代志，从来都无讲道理。查某人是爱牵人嫁囝，啊！不过妈伊毋是，伊是嫁翁嫁囝，连你这个翁婿，嘛嫁惨落去。 你是英昂哦，啊！不过你和妈管啊，亲像你是伊的后生，我是伊的后生，啊！不过我和妈骂得亲像往昔的姿势。做啥子？莫和我对你起个动手！何一哥，何一哥，我想要听看卖，你对我有啥物不满？ 阿姐，我对你有任何不满，那并无重要，因为无论我安怎讲，你嘛按照我的意思去做，不过我真正无法度接受，是安怎在咱做，连管都一定听你的。 是安怎这么硬嘛？其实你并无赞成这桩婚事，甚至你嘛知影妈安尼做是违反公司的规定。阿母爸，第一次啦，你是一家之主，第公司你是当当一个董事长，是安怎你做任何代志？ 弄一点问嘛，现在你都跟点点，记者骂我爸母，现在你袂当讲一句骂袂用的，讲一句袂用的，结果你就这样行嘛上？该讲，该讲，卡出伊对我这么不满，卡出伊还是想要知影。 你跟伊讲，妈，阿姐，妈，我讲，爸，你别跟伊讲，先说别跟伊讲。 爸跟妈，伊免咱互相对待，因这是大人因家己的方式啊。
你做先生，哪会当安尼管东管西啦？对啊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日我若不甲你讲，你绝对脑袂受煞，好。爸。恁阿公把所有的财产拢放给我，规天要继承。恁外公把钱给伊妈妈，开了天上海运。甲恁妈结婚以后，成立了天下集团。又唔过伫我少年的时阵，我特别继承，差一点要破产。妈妈就是用天上海运的资金来挽救爸爸特别经济，因为债务的问题，我跟伊冲突，我是妈妈替我来解围的，所以想着你妈妈的腿。是还是伫厝诶，我拢会尊重伊诶意思，我是伫体谅伊，毋是惊伊啊！啊！真诶，我咧讲，会用体谅爸爸心情无？妈辛苦，我了解。阿姆哥爸，你就是一只牛吗？这牛甲公司无制度，厝内无规矩，就是因为你收管两只。收管你，你根本就是小熊咱家财产，才甲大姐结婚的。大姐干别个代志，我无得阻止。啊！不过我无可能目睭紧紧，看着苏冠霖、苏卡脸笑，把咱家的财产藏在伊的垃圾啊！爸，你两只，我绝对袂当跟你同款。妈，是的。真的不应该跟你讲遐个话，请你莫生气。我即马在好好跟你讲。妈，爸，你坐。莫生气，妈。是啊。煮一杯咖啡，好妈妈。
管我安怎用心对待，伊永远拢袂是我的。多管人啊！若家己来阮杨家，我绝对会一世人偷压就起来啦。俊贤，爸伊会遐尼生气，迄嘛是因为你甲骂伊，为伊才伤过超过啊。唔是我伤过超过，是骂祖伤过分。多管这款代志，用脚刀有想嘛知影，我真正想无咧，是安怎骂一定要甲大嘴嫁予伊啊？归去来饮